不是每次开盒都有惊喜。这个没有杀伤力，我以为多猛呢，听起来就很弱啊。你们把它下面的砖用这个一杆子打飞，杆子打飞。你打那个干什么？但总有意料之外的在等着你。士兵突击，这就是我后来看到那个。凉了凉了，我以为只有一个人呢、啊。我看到我已经害怕了。老师拉紧，老师拉紧。中午晚八点十分，杜小满金融夏日少年派惊喜你来开。